过来买条鱼，买了一条这个叫鲅鱼哈，鲅鱼。哎，这个叫什么鱼？安康鱼。安康鱼啊，对，上次买过鲅，14块钱一条鱼。全是卖海鲜的这里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午饭了，买了一条鲅鱼，然后呢2块钱的小白菜，总共花了是15块钱。哎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吧，中午饭给吃了。这个地方的环境也是非常的漂亮啊，可以看一下那边啊，还有凉亭。这边就是一个公共卫生间，里面可以接水洗菜。我们后面啊就是一条小河啊，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奥利给啊。后面就是一条小河，小桥流水，这里还有个桥还可以过去啊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把午饭给做了，炒点大米。这是我们今天买的这个鲅鱼啊，刚才给它洗了两面，洗得很干净，然后里面放了点花椒，放了点盐，直接给它腌起来。腌了一会儿之后啊，我们的米饭蒸熟了，直接加点水就可以给它炖上了。做饭了。嗯，做饭了。自驾全国啊？啊，全国自驾游。刚出来呗，这是。刚出来。嗯。出来不长时间。嗯。没去淄博转一圈去？打算去。嗯。去吃个烧烤啊！现在到蹭个热度啊！对啊，现在我还全往那儿拍不上了。嗯嗯，那边现在热度很高，热度很高。对啊，嗯，人山人海的，看看。哎，忘了装风机了，我操！老街今天还有徒步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对，拉车的，哦，有点像徒步的，对，他们徒步的，就骑自行车的，好多各种各样的，是怎么咋，这个社会就是各一伙儿跑，没必要跟那么累，真的没必要，对，你搞得那么累，还也就这几十年就过去了，人一去了，咋那个半天时间忘了啊？你在直播的？录的视频，有壶啊。你把我录了，我也活活。啊，可以。我自己还没活呢，我还想活。好了，米饭应该差不多了，直接先放在这儿，让它焖着。啊，我们直接把鱼给放上。鱼放上之后，直接给它加水。鱼放上，我们把水给它加进去，直接让它炖就可以了。这样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吃法。而且味道相对来说还可以。我也是旅游的。你也旅游的啊？嗯，你开的房车吧？啊，你开的房车是吧？不是，我坐车的。坐车过来旅游的。啊，嗯，那也可以，出来快俩月了，就一直一个人啊。你就坐着车乱哪个省市我都得下车。你搞个车啊，搞个车方便。不行，我都73了，我想奔西藏去。你真73假去？西藏怎么感觉跟50多？51年你算，感觉就像50来岁吧。那你旅游你住哪？你坐车就住旅馆？住宾馆？住小旅店吧。那你有钱啊，你天天光住旅店了。得多少钱？那你有退休工资，退休了是吧？退休7000多块钱。那你有钱啊？像我，这个，我不抽烟，不抽烟啊。你吃饭了吧？我吃完了。我拿鲅鱼啊。对，我买了一条鲅鱼。熟了。啊，差不多了。一天领我点饭啊。一天一顿饭。啊？一天一顿饭。早上就睡到自然醒，醒来之后就找地方做饭。就买菜做饭，晚上就中午多吃一点，晚上不吃。在这个国家也是，这边没有网，那边有无线网，可以免费蹭网。哦，可以上网。啊，你上什么天？你有啥网啊？啊？有免费网啊？
然后那边不是有肯德基了，什么蜜雪冰城了，那些密码基本上8-8、8-6的，呵呵，那你一试就试出来了。开饭了，兄弟们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饭菜。这是鲅鱼，一条鲅鱼，然后一个小白菜烫了一下，这个是蒸的米饭，啊，今天这是我们的午餐，啊，这个鱼啊，放了点姜，放了点蒜，放了点花椒，然后用那个水直接炖的，哎，也没炒。这个白菜呢，直接用开水烫了一下，啊，这是今天的一个中饭啊。刚才被三个人围观，第一个人就停在旁边，他是送货的，开货车的，过来送货，在这跟我聊了一会儿，看了一下我的三轮房车，然后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一个开滴滴的一个大哥，在这边开滴滴，正好这一会儿闲着没事，聊聊天。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大叔，那个大叔是从东北过来的，他也是旅游的，跟我一样，但是人家旅游是什么，人家旅游是坐车，想去哪个城市直接就坐火车过去，去到当地直接找宾馆住宾馆，吃饭的话直接就是在饭店里面吃，他有退休工资，他70多岁，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大概7000多块钱是吧，他就有钱好，感觉那个大叔就跟50多岁一样，挺年轻的，不像70岁的人。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鱼感觉还可以，这个鲅鱼也是海里面的，也没什么刺，我一般吃鱼的话就是清蒸或清炖，我也没有太多的调料吧，就简单做简单吃。一条鱼加了个白菜总共是15块钱，米饭也就5毛钱，然后这又是一天的饭，现在已经快2点了吧，晚上也不吃了，一天一顿饭。一般在这种地方容易被围观，这种地方人多，其实我是一个社恐的人，我其实很怕那种人家别人就是老是看着我，然后感觉很不舒服。在外面啊吃鱼就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苍蝇比较多，这个苍蝇一闻到腥味就都过来了，而且都是那种大苍蝇，很大很大的，他们的鼻子老灵了，基本上每次一做鱼的话就立马来好几个苍蝇。米饭也吃完了，这个菜也没有了，鱼也没有了，就还剩一点汤，这个鱼汤应该挺有营养的，我们把这个鱼汤给喝了，哇，今天又吃了一顿饱饭，非常的奥利给，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去这个公园里面转转，我看那个公园的环境还是挺好的，我看那边还有唱歌的，我们去看看，好，先收拾东西。高兴的就出来玩的，你开心的是穿鞋子，好
凉水。啊，睡这个下了啊。你小水怎么喝？不小水。喝凉水啊。这桶装水。你喝凉水啊。啊。一年四季都喝这个习惯了。啊，老师，你喝点水啊？喝点水，我你。放那个办公室给你烧着。不，啊，我喝习惯了，就喝这个就行了。谢谢啊。你上那边，你喝点水过去。上那边我给你烧着。那边。我不用，谢谢大哥。我喝这个就可以，啊、这个桶装水也一样。啊。来了一个好大哥，他看我喝这个凉水，上我让我去那对面，对面那个办公室，他那边有办公室，在里面可以烧热水。我说喝这个水也习惯了。这有个垃圾箱，把我们的垃圾给扔到这个垃圾箱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垃圾是我们前几天没做饭买的盒饭，然后一直没扔这个垃圾，所以今天一块给它扔到这个垃圾箱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就在这周围转一转，因为这边的这个景色还是不错的。那边有一个大哥好像在吹那个萨克斯。虽然我们听不懂，但是我们也过去去欣赏一下。看这周围很漂亮，相当的漂亮。未曾失去，把伤害留在我心里。